好，这个看都不用看，这一定就是小杰，一定就是强化系，水就是给他流出来就对了。我终于登录啦！没有错，没有开错游戏，这个是神魔之塔。这一次跟猎人合作呢，真是一个大排场。你看开头动画跟主画面完全改了，你只看得到猎人吧？来吧，哇！而且整个音乐都不一样了，这是跟猎人合作的一个混搭曲哎 ，remix 版哦，好，有点不一样。来吧，我们这次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水剑士的猎人抽卡机。这一次呢，最大奖是小杰，只有1%的几率可以抽到1%。那最大特色就是可以变身成为大杰，这个头发已经看不到它的边界了，呵呵，整个突破限界。那很哇、哦，月 K 大图啊，哇，好长，太好笑。这是为了大杰专门做的一个这个全画面大图吗？太长了吧。呵呵，这太有趣了，这真的很有爱，好不好？这次合作真的蛮有爱的。好，那哎，我怎么觉得字变小了，画面也变小了？好，下面字越来越小，但是整个画面上就是图占的有点小。我看一下其他角色是，哎，也有大图哎，哎，这大图怎么是横的？其他大图是横的。好，那看一下变身，好，帅哦，神速。这个字型好像也有改，有点不太习惯，字也变太小了吧？那另外一个大奖，库拉皮卡，好，他是火红眼，可以变身，火红眼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都是横的，只有小杰是直的，因为他头发太长，其他都是横的。好，我们就来抽抽库拉奇亚跟那个库拉皮卡的，他们的几率是 4.5%， 总共大奖是 10%， 我们来试一下，水剑士保底是 35%， 一定会中一张小杰，我们就来抽吧，水剑士。这次的特别抽卡也很有爱，来看一下你的念能力是什么呢？我要怎么抽？我要摸？哎，我要滑哪边？我应该怎么动？我应该摇摇？哎，摇摇，摇摇，哎有哎，我刚是摇一摇吗？可是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流水出来啊！果然是雷欧利这家伙啊！雷欧利，好，雷欧利他是不是超放出戏的、啊？有点忘了。啊，不太重要，不太重要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水剑士，摩擦，没有溢出水啊，好像没有，要溢出水的那种强化系的那种状态，好像才是大奖。好，西索，虽然西索也蛮帅，可惜他不是大奖，好，但是也可以做一个搭配，那之后会跟团长做一个搭配哦。1%的小杰，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在保底前抽到。我上一次抽庞贝也是抽到最后一抽才抽到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冰的，这个是巨线化吗？该不会是库拉皮卡吧？库拉皮卡中了大奖之一，我才三抽哎、欸，不错哦。哎、欸，所以真的，他们奇亚跟库拉皮卡跟小杰，他们应该有各自的那个特效。奇亚是变化系的，一般来说是水变甜，不晓得这边长什么样子。不过我们已经中了其中一张大奖，库拉皮卡赞。好，库拉皮卡自己可以组一队，那他的成员就不一定要猎人了，他可以自由搭配。那这边小杰跟库拉皮卡是一个配对，哎，小杰跟奇亚是一个配对，然后库拉皮卡自己配一队，好，双队长自己配一队。好，变化系，想看变化系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来吧，这个应该是要西索再来一只，那边甩甩甩，他那甩的是他的口香糖。水溢出来吧，溢出来吧，水快溢出来！没什么变化，没有变，没事，可恶。好，但不要再来洗手了吧，比斯吉哦，比斯吉，太好了，可爱的妹子，虽然她是一个大姐了啊，比斯吉一样有大图是不是啊？这都一样，都横的。再来，我们这边的小奖还有一只是伊米尔，还没抽到，那。不是很想要，没有很喜欢他，呵呵，那是奇亚的哥哥嘛？哎呦，有变化吗？好像没有，叶子飘了一下，但应该不是变化系，好吧？应该不是大家哦。伊米尔说来就来哦，这是操控那个操控人真人，好，没有很爱他啦，没爱。再来，我剩下就是奇亚跟小杰这两个大奖，
能不能抽到两个配对大奖？拜托拜托，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可恶，不好抽。那我们夸皮卡真的算是很幸运哦，这么快就抽到。好，哎，又来了，真人又来了。啊，这合作角色抽卡在里面只有七位角色，所以重复率可能会蛮高的。好，小杰小杰，让我看到水溢出来的样子吧，让我看看，没什么变化，是没什么变，可恶，没有。好吧，我们接下来就要，哎哎，没什么变化，抽到奇亚了。不是说感觉没什么变化啊？刚刚到底有什么变化吗？哎，真的是水变甜，所以我也看不出来吗？就是一样，呵呵，但是是奇亚抽到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这个神速奇亚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剩下一个目标就是小杰大杰的一趴，到底能不能抽到呢？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双队长的搭配才行哦。不过我们现在才抽了八次，哎，才抽了八次就已经剩下一张小杰了。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好运下去，来吧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快速抽，直到抽到小杰为止，好不好？这没什么变化吧，走吧。哦，又一张奇亚，哎，等一下，奇亚的这个抽卡真的是看不出什么变化，哎，又一张奇亚，可以，这个小杰奇亚呢可以做一点搭配，他们多放几只也是好用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又出现冰晶了，又是库拉皮卡，库拉皮卡不知道需不需要多位角色。好，两只库拉皮卡了，有两张奇亚了，那我们的小杰呢？我们已经二十抽了，好，该不会又快到要保底了吧？拜托拜托，小杰。库拉皮卡又出现了，他又出现了，三张了。我们的小杰呢？抽不到小杰，我们已经快到保底了，剩下五抽。据说二十六抽之后，小杰的几率会提升。那有没有机会再出现一张呢？保底前能不能再出现一张呢？强化系，强化系，有了有了，溢出来了，而且这不是保底耶，有了，它溢出来漫出来啦，小杰，终于我在快要保底的时候才抽到你，这不就代表我等一下保底那一抽也是小杰吗？我就连拿两张小杰了吗？哇，我这样好像还不错，连小杰连着奇亚再连着库拉皮卡，最后一张这个我一定要抽掉啊。最后一张保底应该就是小杰吧，没问题。我们再看一次精彩重播，我们的强化系再来一次。好，这个看都不用看，这一定就是小杰，一定就是强化系，水就是给他流出来就对了，没有问题。第二张小杰连续获得，我们真的都是大奖都是在最后面才抽得到。那我们这次就是35抽，抽好抽满了两张小杰，三张库拉皮卡跟两张奇亚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大奖总共有七张，那小杰跟奇亚组队就非常的好组，非常的强大。我们之后再来用自己的队伍来实战一下，我们稍微去练一下。那这次一样有他专属的练技小兵，你可以先在商场里面的商品购买呢，买这个斯芬克斯啊，这就是专属练技小兵。最近新系列都有这样的练技小兵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先不要吃雏鸟，先买这个再说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抽卡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把这个运气分享给大家。虽然不知道好不好运，也许大家比我更好运，有没有人又是一抽给他中大奖的呢？这样真的唔汤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